爱美是女人的天性，每个 MM 都希望自己是完美无缺的。可是爱美的 MM 总是会对自己身体上的算不上美的部位发愁，但是其实有些部位越丑越说明你的身体很健康。多项科学研究显示，一些身体部位的缺陷实际上是对健康非常有益的。其实，在我们身体上就有六大救命穴位，学会正确的点穴方法就能实现急救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，比如晕厥、突然流鼻血、严重的如心绞痛、血压突然升高导致并发症等。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，一时间就会手忙脚乱，不知所措。在这些急性病发作时，我们甚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，什么也做不了，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。合谷穴是止痛的特效穴，尤其是治疗头痛、牙痛，只要揉此穴即可减轻疼痛。当病人因中暑、中风、虚脱等原因导致晕厥、不省人事、面色苍白、大汗淋漓时，可按摩合谷穴缓解症状，实现急救。位置：合谷穴。合谷穴位于拇指和食指间肌肉最丰厚的地方。高血压患者会因生气、暴怒或激动使血压急剧上升，此时按压劳宫穴，突然升高的血压可得到缓解。方法：用大拇指从另一只手的劳宫穴开始按压，逐个按到每个指尖，左右手交替按压。在无药、距离医院又远的情况下，当发生鼻出血时，可以迅速掐捏脚后跟，可治鼻血。位置：内关穴位于手腕部内侧。取穴时，手掌向上，握拳或手掌上抬，使腕部出现两条筋，内关穴就在其间，腕横纹以上两横指处。方法：以右手拇指按压左手内关穴，食指托住外关穴，在与手臂内关穴相对的另一面，两指相互按压，一捏一松50下，换另一手再重复50下。当中风、中暑、中毒、过敏时，突然出现昏迷、呼吸停止、血压下降、休克等情况时，用拇指尖掐压患者人中穴可起到急救作用。位置：人中穴位于上嘴唇沟的上1/3与下2/3交界处。当然，掐人中只是一种简便的应急急救措施，还应及时与医院联系，进一步抢救，以免延误病情。我们身体上的六大救命穴位，出现突发情况时，用正确的方法按压可以急救。